家好，歡迎嚟到 Esther 種子分享。咁今日咧，係咪覺得好奇怪呢？平時星期六日係冇嘅，咁今日咧就竟然有，點解呢？因為我就想咧，我哋個會咧，譬如我哋會員啦嚇，就先睇到先，咁以後咧就會同 YouTube 咧就爭兩日咁樣。咁冇理由會員睇得遲，然後跟住嚇 YouTube 睇先㗎，咁係唔公平㗎嘛嚇。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今日咧就會嚇我哋會員咧會特別有兩集睇先嘅咁樣。好啦，咁啊話時話咧。咁有個解下啲問題先啦，咁樣。有位朋友佢話叫做 Wing 師豬 ，OK Wing 師，唔知係咪叫 Wing 師咧，但係可能係假名嘅啊 Wing 師豬。咁啊26歲嘅啫。佢話咧我咧就冇宗教信仰，自從睇過你嘅鏡頭前帶領觀眾一齊為香港祈禱片之後咧，咁我就每一日都有祈禱啦，先感恩啦，然後祈求咧最近開始咧為父母啦家庭祈禱，將父母嘅恩怨咧交俾神，就嘗試將自己從父母嘅恩怨中抽離。我今年26歲，仲未拍過拖，可能好似你咁講，潛意識已經嫁咗俾阿媽。雖然我心結未曾完全解開，我依然憎爸爸。但我相信事情會繼續向好嘅方向發展。感恩神俾我睇到你嘅片，祝你身體健康。呢啲係咧，真係咧，真係好開心嘅嚇。咁阿泳師咁樣。其實要憎一個人好艱難嘅，特別係我哋自己父母啦。你想象，我聽過最好嘅講法就係咩呢？就係憎一個人其實就係為自己食生埃，然後希望對方死。你明唔明解啊？憎一個人就係其實自己為自己食毒藥，然後希望對方死。咁啊你信我啊，我完全知道咧，即係。親子之間咧，同阿爸阿媽有 issue 係點樣樣嘅 ？OK， 我會咁樣講，點樣去原諒佢哋係唔重要嘅。首先最重要嗰樣嘢就係我哋有個決心，就係我願意原諒佢，因為原諒係唯一一個通路，唯一一個出道，一個出口，我哋可以離開呢件事，同埋去創造我哋自己美好嘅人生。OK， 咁就首先咧，你就問自己就係、是、啊，我對於我爸爸可以原諒的指數是多少？譬如話一零就是完全不可以原諒，十咧就是完全可以原諒或者冇嘢原諒啦咁樣。咁可能你話啊，我低到，我低到得一二嘅啫咁樣，總之憎佢死咁樣。好，就由一二開始 ，OK。咁我哋開始去感恩，感恩咩呢？感恩佢就唔係話我而家原諒你對我哋屋企做啲咩嘢，或者對媽媽做啲咩嘢，而係感恩佢喺。你個感恩嗰個能量越大嘅話 ，OK， 你自己會越好啦，個命運越好啦，咁樣啦。例如感恩咩就係佢俾條命你咯，就係咁簡單，佢俾條命你啦。甚至乎如果係你係四肢健全噶啦，甚至乎係五官端正噶啦，口齒伶俐啦，又可以自己做嘢啦，可以即係自己照顧自己啦，甚至乎養埋屋企咁樣，咁你好值得開心嘅，因為。因為擁有生命就是一切 ，OK， 即係話你阿爸阿媽，我哋阿爸阿媽俾一條命我哋嘅話，其實已經就係最精彩嗰部分㗎啦 ，OK， 咁又跟住你慢慢數翻去，因為有時候我有時一諗啊，其實咧以前我細個咧，阿媽到底打我幾多次咧？其實我諗翻，可能其實只係打我幾次嘅啫，但我記得我細個咧，我成日咁講就，我記得我媽成日打我 ，OK， 後來我喺度諗，到底我媽成日打我呢樣嘢？是我支筆啦，你支筆啊，我遲啲講呢樣嘢，係我嘅投射啊，定係真係我媽成日打我咧？我好努力咁諗，可能其實我媽真係打我幾次，但我就記成日記咗幾次，然後我記翻下，其實我媽有咩對我哋有咩好，當然係恩心如海啦。咁啊，爸爸又係啦，即係一樣嘅啫。譬如話阿爸爸，爸爸對你有咩好呢？譬如我爸爸試過，即係我好細個嗰時發高燒，咁我爸好緊張，緊張到點咧？就孭我落去半夜三更，周圍去拍門揾醫生去，即係幫我睇症啦。咁我年代即係睇中醫啦，應該係咁樣。同埋我爸爸係知道我中意打排球，然後佢喺我 form one 嗰陣啊，我仲記得啊，因為我張台咧就啱啱望出咧就望到出邊嗰個鐵閘嘅，突然間見到個鐵閘個底嗰度有個排球。然後就係原來我爸爸送買咗個排球俾我，因為爸爸知道我中意打排球，就買一個排球俾我啦。唔知同埋我爸爸買嗰個錄音機俾我嘅，好耐好耐啦，講緊我小學一年班定係幾年班幾年小學啦，唔知咁我爸爸就係買個錄音機俾我哋去練唱歌咁樣。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好中意唱歌嘅咁樣。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其實好多開心嘢嘅。我會建議你，如果譬如話你對爸爸或者對媽媽或者我哋對任何人有 issue，OK，、okay? 你可以做一樣嘢嘅，就係咧揾一個靚靚嘅袋仔 ，OK， 靚靚嘅袋仔，或者揾個玻璃鈎 ，OK， 然後將所有關於嗰個人嘅快樂嘅嘢寫低。嗱，當然最好就是父母啦，唔好係舊情人啊、前夫啊啲，唉，嗰啲唔好，因為嗰啲好複雜啊。我哋講緊父母 ，OK。然後你寫低，譬如好似頭先講嘅，我其實爸爸曾經送咗一個排球俾我，令到我非常開心。我到而家五廿幾歲，我仲記得我 form one 嗰時收到爸爸送俾我排球。然後跟住係我爸爸係好搞笑嘅一個人咯，總之佢佢有時放工翻屋企咧，佢會係咧。佢扮翻嗰日佢喺街見到嘅人嘅行為，又扮俾我哋睇。有時我爸爸會扮咧呢個迪士尼樂園咧嗰啲河馬跳舞，唉，總之笑到你傻咗，笑到死死下咁樣。然後你藉住去寫呢啲咁樣，如果你識得接星仔更加好，就將嗰件事寫條長條。然後就爸爸曾經送過一個公仔，或者爸爸，我記得有個朋友佢講話，佢對佢爸爸唯一一次一個開心嘅片段就係、是。佢爸爸食飯嗰陣時將嚿雞夾咗俾佢，冇夾俾佢哥，冇夾俾阿媽，夾咗俾佢。佢話呢個係佢同佢爸爸唯一一個快樂嘅回憶，就係、是、爸爸好錫佢。佢記得爸爸夾咗嚿雞俾佢，而嗰個年代雞係好貴，即係我哋以前嘅年代雞係好貴嘅嘢，而家就唔係啦嚇，依家都係。然後你去儲你嘅快樂，儲你嘅幸福嘅感覺，然後慢慢俾你幸福嘅感覺蓋掩佢唔開心嘅感覺 ，OK。前幾日咧就我同一個朋友傾偈，呢個朋友半生不熟啦，識咗好耐，冇乜點樣認真地傾過偈。咁啊，機緣巧合咧，前幾日咧就有機會大家坐低即係去傾偈。然後佢講俾我聽佢嘅而家嘅婚姻狀態，然後令到我好吃驚就係、是，真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然後我諗翻，我哋有一個即係我有一個圈，我有好多朋友圈嘅 ，OK。然後我突然諗起。當我哋去批判我哋嘅父母，或者批判我哋身邊嘅人，因為我就好嚴重嘅呢樣嘢，即係我批判我身邊嘅人，你呢樣啱，呢樣唔啱，呢樣做得好，呢樣做得唔好，其實你可以做得好好。當然，其實呢個係自我投射，就係、是、我本身就係一個咁樣，即係好 harsh、好 tough、好硬淨、好要求高嘅人 ，OK， which is no good 㗎嚇 ，no good 㗎。我而家開始不斷喺度變緊，然後係。這個對人要求好高，對自己要求好高，對自己要求好高嘅話，咁就會經常好失望啦，係咪？所以你唔好以為我好叻，我其實好多人以為我好叻，其實我係經常令到自己好失望，就係、是、覺得自己點解做得咁差嘅咧？點解我唔可以做好啲咧？點解我哋即係個台嚟嚟去得個萬五個 subscriber， 人哋十幾廿萬啊，四廿萬、五廿萬嚇，人哋老高三百幾萬咧？呢啲諗法令我好痛苦嘅。是覺得點解我做極都係咁嘅咧咁樣，然後對人我亦都係咁樣，就係、是、我搞錯係咁樣嘅，點解佢咁樣佢唔係咁樣？而呢樣嘢對人好要求高尖酸刻薄嘅話，就令到我嘅生命咧好孤獨好孤單 ，OK 好孤單。特別如果我哋對父母啦係即係好多要求嘅話，就仲更加孤單，因為父母係我哋嘅神嚟嘅。在我哋心，喺小朋友，喺我哋嘅內在小孩嚟講，喺我哋嘅神嚟嘅 ，OK。然後嗰日透過我同我朋友傾偈，佢將佢即係佢自己本身經歷緊嘅婚姻嘅問題講俾我聽嘅時候，我就覺得呆咗。我成日會以為人哋好好嘅，然後跟住佢講嘅話，我覺得突然間喺我入邊產生好大嘅慈悲心，係 Oh my God。真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所以當我哋要批判我哋阿爸點樣，我哋阿媽點樣，或者係邊個有出去包二奶，或者邊個有婚外情嘅話，其實我哋真係冇資格去話人。換一個場景，換一個機緣巧合，可能我哋都會衰咗。我唔知啊，我希望唔會啦，係咪？即係呢啲好難講嘅嘛，所以尤其是即孝順父母咧係天經地義嘅，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我爸好衰或者我媽好衰，而你依然去孝順佢嘅話，咁你個福德係好大嘅。譬如話，我爸爸我而家都係仲會捐，佢會俾錢佢過時過節嘅，會俾即係幾百蚊美金俾佢咁樣，就俾佢同埋佢個即係新嘅 family， 因為爸都老啦，八十幾歲啦，咁佢都冇揾錢能力好耐㗎啦，十年前已經冇㗎啦咁樣。
咁就我覺得係好好嘅事嚟咯。咁所以呢位阿 Wings 豬，我都會 suggest 咁做咯。咁樣好啦，咁啊認真咧進入正題啦。咁樣咁咧上一集咧，即係琴日嗰集啦嚇。咁我哋就講緊咧，即係呢個錢啦嚇，點樣去即係堵塞？睇一睇先，如何堵塞漏財嘅種子係咪？咁今日再補多少少飛 ，OK？ 就係講咩咧？就係、是。點樣種下財富嘅種子咧？當然我哋講過好多次噶啦，財富種子，比如話我哋俾種卑田啦，即係錢，你要種種子嘅話，你要有幾塊田嘅係咪？有幾塊田可以俾你揀嘅，第一塊卑田 ，OK？ 咩卑田咧？就係嗰啲好悲傷啦，係啊，好有急需要錢人啦，例如就係喺街頭流浪嘅嗰啲，即係我哋嗰啲菩薩啦嚇，咁樣。咁啊，另外就係咩咧？恩田啦。恩田就是我哋爸爸媽媽咧，恩師啦，教過你揾，教過你剪頭髮啦，教過你打波噶啦，阿爸阿媽啊、爺阿嫲、阿公阿婆嗰啲啦嚇，長輩啦咁樣，咁咧就然後就係你自己選擇嘅慈善機構啦，咁樣 ，OK， 就每月定期俾父母啦、恩師啦，可以係出家嘅師傅啦，自己選擇嘅慈善機構打款咁樣，打款啊驚又係內地嘅 term 啦，咁就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而家叫為人師表啦，個個啲講 Esther 老師嘅 Esther 老師，咁就我覺得好開心嘅。點解咧？就唔係話我中意扮嘢咁樣，俾人嗌聲老師啊，心花怒放唔係，而係當你嗌我一聲老師嘅時候，我會記得啊，我係人哋老師嚟嘅，我要認真地去即係做好我自己嘅本分，同埋話即係我要教人尊師重道，咁我都要係一個值得俾人尊敬人啦，係咪？咁我覺得好好啊呢樣嘢。咁另外就係話。其實咧，有時咧，雖然咧，唉，各時各節咧，啲嘢真係多到食唔曬噶啦，即係我啲學生啊，啲共修請食飯啦，又跟住送月餅上嚟啦，但係每一次都好開心嘅。譬如有一個共修咧，今次中修咧，佢送咗個水蜜桃俾我，好大個嘅，然後擺喺個膠盒入邊嘅，我真係好開心。上次有人送咗六個嗰啲麒麟金嗰啲麒麟果啊，叫咩啊？金色嗰啲咧。即係好似火龍果但係金色嘅咧，成四五十蚊嗰啲，佢送咗半打俾我，哇！其實見到嗰陣好開心。其實最好咩？送兩個好啦，或者送一個大嘅，然後即係膠有個膠盒裝住，靚靚地，咁我可以食到佢。因為半打咧，我要想辦法再送出去咧，有點就令到我好忙啊。OK， 咁樣咁啊，有啲人就會送月餅啦，咁樣都係開心嘅事嘅，或者即係送個生果啊、果汁咁樣 OK 好。咁呢啲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作為老師收呢啲嘢都收到好開心，因為你諗下以前古時咧，過時過節啦，中秋啊，端午節啊，過年咁樣，其實啲學生都會係送啲橙啊，有錢嘅送條魚啊，送雞啊，冇錢嘅學生可能即係比較窮啲學生，可能送雞蛋啊，送菜啊，有啲送樽黃酒過去俾個老師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尊師重道嘅嘢，即使我唔需要啊，我係唔需要嘅，但係依然係好。好開心咯嚇咁樣，咁通常我都會拎去同啲朋友一齊分享噶啦咁樣。好啦，第二隨緣遇到乞丐，能布施靈錢咁樣。咁就我俾人問得最多嘅咧就係、是、老師，如果嗰個唔係乞衣，如果係假嘅咁點啊？咁你又唔使擔心咁多嘅，但係一初你分唔到嘅。總之你想去幫佢，你就已經動咗個善念。你一動嘅善念嘅話，其實嗰個即係嗰個因果種子嗰個法則就開始喺你身上運行啦，你開始行好運啦咁樣嘅 ，OK？ 咁然後日子耐之後，你會發現你會分到邊啲係真黑衣，邊啲係假黑衣啦。有啲有集團嘅咁樣，有啲就係、是、譬如話有啲係佢吸毒嗰啲，我就唔俾噶啦嚇，因為你俾錢俾嗰啲乞丐或者啲我哋叫菩薩啦嚇。你都要俾得開心樂意，同埋令到你開，即係令到你開心。如果你見到，哎呀好慘啊佢，哎呀俾啲錢佢啦，嗱呢個態度係唔啱嘅 ，OK？ 咁你會種咗可憐嘅種子就唔係幾好。好，第三啦，遇到急需錢嘅朋友或者陌生人，再盡可能識別真偽嘅情況下，提供資金幫助咁樣。有急需嘅朋友，譬如 let's say 如果係真係屋企有人有屋企人要開手術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好燃眉之急啦咁樣，這個咧非常之可圈可點嘅。我曾經喺 Esther 心靈分享有一集咧，係專講借錢俾朋友借定唔借咁樣嘅。OK， 如果係嗰個人生活費出問題嘅話，其實借又係一個問題。點解咧？你借咗佢點還呢？其實你真係要如果借我自己借錢，我有規矩嘅。OK， 譬如話
一般嚟講，我屋企人先借啦，同埋你還到你先好借，同埋你我要佢分期還俾我，幾細都好，你還俾我咁樣，先至唔會影響到個親情。OK， 另外就話你借錢嘅原因要合理咯，即係你話哎呦睇中咗個 Prada 50,000我想買，咁你死佢唔會買，唔會借俾人係咪先？唔會。如果係如果你知道係真嘅，咁然後你又真係願意去幫，譬如話我哋。我會比較多種咧，就係譬如話生意嘅種子嘅。咁我發現其實而家日子耐之後咧，我發現我哋自己有一個種子嘅一個隱形嘅種子商圈、種子商人圈，唔係真係出口商人嗰啲商人啊，係做生意嗰啲商人咁樣。咁啊，例如咧，我哋一有個共修咧，我啱前幾日去即係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啲有機菜，即係好中意啲有質素嘅食物嘅。OK。咁咧就特別係我哋雙掌黑咧就做過呢、這個仿生菜啦，係咪叫仿生菜？仿生菜啦，魚菜共生啦咁樣。好啦，咁啊最近咧就去咗個朋友個嗰個工場咧，你睇靚到，哇！這個沙律靚到不得了啊！這個咧就係、是水間菜 ，OK 水間菜。咁咧有個共修咧就喺呢、這個佢個屋企咧就喺呢個新蒲崗嘅工廠大廈咧就開咗個啲咩水間菜嘅中心。嗱，你睇下嚟，你淨係睇下你都 feel 到佢有個能量有幾強。唉，真係正到不得了！頭先我10:00翻嚟，餓地我都忍唔住食咗半盒，我就呢度有兩盒嘅，然後我公司即係護照社又有兩盒嘅咁樣。然後咧，佢呢啲仿生菜咧，佢呢個仿生菜咧係當然係用營養液即係養大啦，然後由有啲好細嘅苗養大啦，然後跟住咧佢哋長大嘅個腸咧係無菌嘅，咁然後就聽音樂大嘅，所以咧你一打開佢，你就已經 feel 到個能量。佢哋係好快樂嘅菜嚟嘅，好快樂嘅。我係頭先喺廚房度即係未錄之前咧食佢哋啦咁樣，我都係一路食一路多謝佢，多謝你啊，多謝你俾我食你啊。然後咧就多謝你俾我食你啊，多謝你咧成為我身體一個部分啦，多謝你咁樣，我都好開心，好感恩佢哋咧俾我食咗佢咁樣。然後跟住咧我就買一支咧呢個咧黑松露嘅油 ，OK。然後又買一支咧25年嘅醋 ，OK， 12年係咪啊？應該12年嘅黑醋 ，OK， 呢個200多蚊，呢個咧就要百松啲蚊咁樣啦。咁呢個係黑松露油啦，你倒少少落嗰個醋度，又落少少呢個，呢個咧係唔戒喉嘅，一般嘅醋咧好戒喉噶嘛。咁我淨係落呢兩個嘅所謂調味料，個菜已經好味到不得了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順便約埋佢做訪問啦，就幫佢推廣啦，咁樣 OK。咁然後咧，唉，真係太開心。繼續講啊，咁我會去。如果我知道，譬如話第一，我特別我中意係同我哋啲種子讀書會嘅人一齊，即係推廣佢哋生意，因為第一我了解佢哋啦，第二個禮拜見到啦，第三就係話我好知道佢哋嘅生意，去做呢個生意為乜啦，係咪真係有良心有 heart 啦？因為大部分嘅生意都係良心生意嚟嘅，你食到落口嘅話，你係唔知道你自己食咗咩嘢。就算教育都係個教育都係個良心教育，好多人係唔識得分好嘅教育同唔好嘅教育嘅咁樣。OK，anyway 好啦，第四啦，節約公司及公共場所嘅紙、水、電及其他物資。OK， 我自己有個戴森風筒嘅，咁樣 OK， 咁咧就有一日咧我就去吹頭髮啦，咁樣就見到某個即係朋友公司咧就又係用戴森風筒嘅咁樣，咁佢個風筒咧就塞咗落個圈度咧，咁塞落去嘅，咁我塞邊側邊個風筒就刮花咗，我就咦話好新喎，你係啱買嘅就咁樣，其實呢個風筒咧唔係咁擺嘅，即係你唔可以塞落個圈度嘅，因為佢有塊膠攤喺度，原來個風筒咧擺喺上邊，佢話咁好麻煩啊嘛咁樣，咁你會刮花個風筒啊嘛咁樣，佢話刮花咪刮花咯，咪我嘅咁樣。我覺得好可惜咁樣，因為第一戴森風筒3500個，折咗可能你最平最平，你用盡你個方法都要2800-2900一個 ，OK。其實對於公司買嘅嘢咧，好多人係唔鏡錫嘅。咁然後咧，你知道咧，種子係有第三方業力嘅 ，OK。如果你喺公司，你對於係公司嘅嘢，除係公司嘅啫嘛，心緊張啫，啲紙畫兩畫就撕咗佢，然後跟住咧啲萬字嘅筆袋埋翻屋企，公司文具袋埋翻屋企，俾啲仔女用嘅話，你就後患無窮啦。呢條數有排計所以喺公眾場所唔好攞啲廁紙翻屋企啦，唔好偷人啲水啦，唔好去偷電啦，或者任何物資，總之好簡單就係唔係你嘅嘢唔好拎走。
OK， 唔係你嘢嘅，唔好拎走。好，第五啦，經常做斷捨離，把家裏不用的物品送給能用得上的人，呢、這個正到爆啦！因為斷捨離咧，其實係你間屋如果多嘢嘅話咧，係財神都唔入嚟嘅。即係有啲人屋企咧係污糟邋遢啦，多嘢到個地步，即係我來不來都會有啲人邀請我去屋企，我當心你好唔好意思叫人嚟啊？搞錯啊！執下間屋啦，即係又或者你唔執嘅話唔緊要，唔好叫我哋去你屋企 ，OK？ 我就好介意去你屋企。你知香港地又細喎，唔似咧你美國咁大，啲屋又細，然後入到去，哇！污糟邋遢，烏煙瘴氣，周圍都係雜物嘅話，但有啲人真係唔介意嘅，唔好咁樣斷捨離掉嘢，將啲新淨，然後你冇乜用嘅嘢就送俾朋友 ，OK？ By the way， 你想送俾朋友，你有人肯接你個禮物，你都需要種子嘅。因為你送咗俾佢嘅話，其實人嗰有個種子嘅關係喺度噶。如果你嘅福德唔夠嘅話，你送出啲嘢冇人要嘅嚇。咁啊，但係多啲即係斷捨離咧，將屋企嘅嘢，其實咧大部分人屋企嘅嘢咧，八成係冇用嘅，八成係冇用啊。好啦，第六，傳播已經查核過的真實捐款信息和助人信息。嗱，我自己咧，我管理嘅所有群組咧，係唔俾人喺我嘅群組入邊咧 WhatsApp 啊。我不會被人在我們 WhatsApp 群組是募捐啦，找人做義工啦，找人去做幫手咁樣嘅，除非就我知道或者嗰個人去核實咗，就係佢係長期喺度做義工啦，佢知道嗰個入邊嘅行政啦，所有嘅錢啦，有幾多行政費啦，因為有啲慈善機構嘅行政費可以好高噶，你多個 10% 嘅話，我就覺得唔 OK 噶，或者太高啦咁樣，要合理啦，係咪？好。第八，為他人創造財富及做事情提供信息、資源、方法和行為及以及時間，這個我做好多了，做到不得了，咁啊拜到多到不得了啊！拜到威，今日咧就錄影嘅時候係星期五晚啊，咁啊我話就係睇戲 ，OK？ 睇戲之前咧，我就其實而家每個禮拜五咧，我都做一個，我個成個下晝咧就走去做 facial， 做 facial， 同埋就係做呢個經絡按摩治療咁樣，做咗大概可能兩個月咁樣啦，卒之有成績啦。我話俾你聽咧，我自己咧對腳咧就好塞嘅，啲血氣好塞，所以咧所以我個腳趾弓咧就有叮叮噹嘅呢個灰甲。咁而家開始咧，因為通翻曬啲經絡咧，佢已經開始褪啦。OK， 今日咧有件好開心嘅事就係咩咧？一般咧我睇完戲咧，特別你睇戲睇個幾鐘頭啦，睇完戲之後咧。我哋腳痹曬嘅，因為啲血唔通啊嘛。咁我要好辛苦，好似老人家咁咧，係要撳住張凳起身啦，然後跟住咧喺度揈對腳咧，啲血咧通翻落去，然後我先行到路。然後跟住我諗死火啦，而家先五萬零歲就已經咁啦，我六十歲點算咧？六十五歲點算咧？七十歲點算咧？今日我做咗兩個月嘅呢、这個嚇呢、这個經絡按摩之後，就開始有奇蹟啦。就是我起身的時候，第一好爽，一起就起咗身啦，突然間覺得自己後生翻好多。第二就是我發覺對腳唔需要我平時會要企喺度企一陣，然後跟住腳咧震震震震震，即係利用個膝頭蓋做一個重心，然後喺度震震震震，然後等啲血咧通翻曬只腳，然後我先可以慢慢行翻出去個戲院，真係好有老嘢 feel 咯，一覺得自己成隻老嘢咁樣。但係今日竟然冇曬呢啲現象，我一起身就可以行得啦，唉，真係好。咁樣，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 WhatsApp 咧6998-3791揾你 Apple， 咁我哋就會介紹咧阿 Marina 我嘅御用美容師俾你認識。咁佢又收得非常之合理嘅，咁喺油麻地咁樣，就係中環嘅效果，深水埗咁嘅價錢，真係收得好合理，我覺得太平添咁樣。好啦，咁第八講完啦嚇，咁第九啦，感知他人需要，幫助同事和朋友在工作上獲得更多進展和成就。咁呢個又係我經常做嘅，點解我哋自己生意咁好？因為我係經常幫人揾生意，你睇我成日推廣，你就知啊。幫我 John O 推廣奴隸啦，幫阿 Kit 嗰個團隊推廣呢、這個嚇新發嘅服務啦。阿 Sammy 老師啦咁樣。總之我中意嘅人，同埋我見到佢係即係有心有力有果效同埋有水準咧，我就會極力去推廣噶啦，咁樣咁大家可以考慮呢啲咁嘅做法啦嚇。咁然後咧，另外有幾樣咧，我可以加俾你嘅就係咩咧？如果假設你而家有財困 ，OK，
即係揾錢辛苦啊，甚至乎謙啊，因為我聽都聽講有幾多香港人咧，而家要賣樓啦，跟住搬去大陸住啦，有啲移民台灣啦，有啲搬去即係嗰啲叫咩打鼓嶺啊，即係嗰啲叫做中坎角啊，即係嗰啲好遠嗰啲地方嚟住，因為平租平好多咁樣。咁如果你真係而家係有呢個咁嘅財困嘅話咧，有啲好急速嘅方法，有啲快速嘅方法咧，可以幫到大家轉運嘅。咁你不妨一試啦。咁就係咩咧？第一，拿一扎散紙，每一日揾十個黑蓋，即係呢個喺啲街都揾啲蒲扇，一人俾$1 ，OK， 我一人俾$5咁樣。然後嗱，但係個 key 咧係做一個月 ，OK， 起碼做一個月。然後一日揾十個嘅話係非常艱難，因為香港你除非你真係深水埗啦，或我唔知邊度比較多，即係多呢啲菩薩啦好得意㗎。以前咧，我要求財咧，譬如話哎呀天啊，俾啲生意我俾啲錢我，就一落街啊成行㗎啦，一二三四人，我俾得多，我知邊真假㗎嘛。我哋 feel 咦真喎呢個，跟住俾咗，跟住又一個真嘅，又轉彎又一，即係轉彎咁樣四個啦已經。咁即係其實係咩咧？總之法則真係好得，係因為個天話你要錢啊嘛，你上面個倉庫都冇曬錢，你捐咗先啦。你唔捐我哋俾唔到錢你嘅，呢個係真嘅，因為有宇宙法則，你一定即係個天唔會白白俾錢你，唔可以咁做咯。咁而變咗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菩薩，我可以俾錢啦，係咪？好啦，咁你咧就即係一個月之內每一日攞十個大餅，或者係視乎你有幾多錢啦。譬如即係$5、$10咁樣。如果$10嘅$100都唔係多嘅，一個月都係$3000啫，係咪？咁你$3000嘅話，少講啊，都起碼總翻$30000翻嚟啦。然後就俾揾十個呢啲嘅菩薩去俾錢佢。婆婆，祝你身體健康啊！或者阿爸身體健康啊！冇乜嘢，快啲翻去啦！凍啊、涼啊、夜啦咁樣。諸如此類嚇咁樣。然後跟住夜晚點啊？Coffee meditation 就啊，今日咧俾咗好多錢咧，我又捐咗，又俾咗十個菩薩咧就錢啊咁樣啊，而家咧佢哋會好好啦，我又會好好啦咁樣 ，OK， 呢個係一個好好方法去俾你脱財，即係呢個脱貧嘅 OK。第二個方法係咩咧？就係你有十個錢鈔 ，OK， 你有十個錢鈔。咁就喺呢、這個Eon Living 啦，即係旺角嗰間 Eon Living 嗰個地方有咪？佢有啲錢鈔咧，就係咧上邊$10過到啦，然後上邊有個窿。再唔係嘅話，你自己揾個罐頭，揾個咩都好，然後即係總之可以入到錢噶啦。又譬如話，可能有一個係奧比斯，咁你揀十個咧，你自己中意嘅機構，譬如話我想中樓喎，我想中一個apartment 咁樣，咁你可能有個露宿者之家，又跟住咧無家者協會，又跟住啦我咧，譬如我自己，我以前好中意捐俾呢個奧比斯，因為我自己本身係 designer， 我對靠對眼揾食嘅，咁我就會係有個奧比斯咁樣，然後可能就我會有一個癌症兒童基金協會，咁又有一個 OK， 咁可能係另外一個就係一個爸爸啦，個媽媽啦，咁如果你咁巧啲高堂係喺曬度嘅，爸爸一個，媽媽一個，阿爺一個，阿公阿婆一個，阿公阿婆阿嫲一個，嗰度六個啦，然後跟住就有四個，咁你揀四個你好中意嘅慈善機構，咁啊點咧？就每一日攞錢。就每一個擺蚊，然後咧祝阿爸阿媽咧身體健康啦。佢哋阿爸阿媽、爺阿公阿婆，祝阿爸阿媽、爺阿公一人$1咁樣，跟住咧就祝佢哋咧身體健康啦。我會咁講噶，祝佢身體健康啦，祝佢咧食越老咧越行得啦，食得啦，瞓得啦，屙得啦，可以周圍去啦，可以去同去旅行啦，可以去即係揾人傾偈啦咁樣，同埋越老越幸福啦，越嚟越開心啦咁樣。然後咧就即係係啦咁樣。然後咧其他嗰啲機構咧就係即係譬如癌症兒童基金就係、是、可能小朋友或者係呢個奧比斯就係、是、祝啲小朋友咧可以即係有視力啦，或者祝小朋友咧可以好翻啦。然後咧甚至乎有一日咧可以讀書啦，可以咧心想事成啦，可以咧有佢夢想咁樣。你中意講咩都得㗎。咁然後跟住你入嗰、那個連續入一個月。一個月是單位 ，OK， 十個又係單位，十同埋一個月是單位嚟嘅。然後跟住你睇下有咩唔同 ，OK。再簡單啲，假設你係，走去揾呢啲菩薩好難揾喎。然後跟住咧，咁你個快樂桶係比較簡單啲啦，十個快樂桶。甚至乎你可以再簡單啲就係、是、出糧 ，OK， 喺公司嗰度出糧請啲同事食飯，請屋企人食飯，然後一有錢，一收到啲錢就請人食飯，呢、這個亦都係好好種呢、這個金錢種子嘅 ，OK 咁樣，拜拜。